好吧，给涵涵吃点吧，涵涵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的萌可爱小，我来了。今天我做了一个东西，叫做抽签游戏。这里边都有啥呀？里边有好的，不好的也有。抽到什么做什么，比如抽到盲盒，就可以选一个盲盒拆开。涵涵还另外做两个盲盒啊，都在这个签里面呢，是吧？啊，看涵涵这个橘皮娃，做了两个小橘皮娃。哎呀，这东西笑眯眯的啊！这边还有，看一会儿谁幸运能抽到这个橘皮娃，是吧？都请我的家人们上场。你从你爷开始啊，看你爷抽的是啥啊？一个盲盒。你真厉害，来，我给你拆。嗯，让涵涵给你拆。其实我真的没想到。啊，真的没想到你爷这么幸运的，第一下就抽到一个盲盒。对。看涵涵这盲盒里边整的是啥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这啥玩意儿哥，这是这是啥呀？这就是盲盒，是系列的系列品啊，系列品呢，就这样式的。那行吧行吧。哎，你自己做这个东西你知道不是知不知道是啥呀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吧？这个盲盒。行，到涵涵了，还光着光着。看小涵这是啥玩意儿，涵涵抽这个是十个瓜子儿，这两四六八十，这都是好吃的呢，你应该少吃点。小涵，到你老叔了啊，看老叔抽的是啥。这老叔这个是一个雪饼啊，上雪饼。到你奶，来看奶能抽着啥。祝你幸运，一个小小酥啊。这个配啊，好。哎，我再挑大的抽。抽一个瓜子儿，就一个瓜子儿啊，瞅你整这个。一个瓜子儿，你让你爷嗑一个瓜子儿吧。哎，一个瓜子儿。好，来小涵，咋没人抽那个黑暗料理呢？哎，看这是不是？ Yeah. 这涵涵的跳一段孔雀舞，这样才是孔雀舞啊。这是孔雀呀。三个瓜子儿。我今天整的都是瓜子儿呢，咋？四个，不会数数的。那我不会。给我一个不行吗？大过年的。你奶抽吗？抽好的。好的。吃啊！恭喜你奶。吃不吃？吃啊！吃。撕。这是现揪的。这现。奖品来了。这个味儿。哎呀，一会儿就翻白眼儿。哎呦我天，你看这涵涵这出，给涵涵吃点吧，涵涵。这俩盲盒都我抽着了，你也又抽个盲盒。这个这可是我自己做的。这啥呀？这橘子皮。橘皮娃娃。这橘皮娃整的有特点点啊。啊，有特点。哎呀妈，这叫橘皮娃呀？这叫啥娃呀？你这是啥玩意儿？让涵涵抽抽。吃大葱啊，小涵涵你中奖了。一个小猫叫三声喵喵喵，来吧大葱。这个猫就是没吃到好饿的。干啥吃大葱呢？这你不自己想的吗？让自己给抽中了吧。